欢迎欢迎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请刷鞋底，我刷给你看。好，不管谁都，就是总统来也要刷了。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这是不分阶级，为了品质。比毫米还小的微尘都不放过，因为我们做德国的这个油封的话，在德国汽车的引擎跟变速箱所有零件供应商必须要在这个粉尘颗粒0.0002克小数点第十二位以下。到底是什么比人还要娇贵？啊，从这里面我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像这个地方的话，为什么会摆着这些工具？就是当设备故障，在最短的时间的话，消防队过来拉着就过去，以最短的时间把故障排除掉。走进厂房，地板干净到发亮。位在彰化花坛的全拓工业生产的是装进顶级超跑的汽车零件，而他们的独门绝活是生产用来确保引擎不漏油的防尘防油油封。计划的是今天要生产的回数，在这里 TT 就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他已经走了34回了。实际作业者的话，现在有33回。啊，这个就是在展现说你生产上面有没有异常，有没有设备故障，有没有欠品，有没有人员不在这边或什么品质问题啊。如果你说这4项全部都满足，在稳定的状态下生产，而这个是每一秒都可以看得到，而且这个是连接到我们的生管中心可以看得到的情报。穿着时髦的正是全拓工业董事长吴崇让，他仿照科技厂及时监控落尘和产线制造状况，拉高品质，让这间员工只有129人的中小企业成为欧洲超跑大厂汽车零件供应链。我一个月的产能大概300万 piece 的这个密封件，那密封件主要是交给德国的汽车厂，包含 Porsche、Mercedes-Benz、Audi、BMW、Volkswagen 集团。哦，那组的车当然有所到福斯里面有几组到那个 Lamborghini 里面去。哦，那目前的这个现状是我有7条德国的专线啊，每天24小时来做这个生产。那生产的方式是属于接单式的生产。哦，所以我的厂内库存非常非常的低。哦，那交货的都是 JIT， 就是100% 的 JIT just in time 的交货的这个方式来提供给德国的客户。企业上的经营上啊，如果要做大做强之前，你先把它做好。所以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把它做好，不见得要急需扩大营业额或者是增长这个人数。所以在这个现阶段里面，我把人做教育好、培育好，在有限的人做好才是重要的。把不良率降到低于0.05%，过去粗重繁琐的搬运工作，现在有电动搬运车和无人搬运车协助，就连产线也智慧化。看到这条线条，机台总共有6台，现在是一个人负责3，一个负责3台。这边的话是自动化的作业，然后靠人的包装。现在要突破，2个人会再变成1个人。那如何去改？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月底会进来的，在这里面，这个人可能会拿掉了，不需要人在那边的。这个设备在，大概投入1.5年的时间的改造，这个月底会进来，这个你又可以拿掉，我的生产效率又提升了1倍。改变传统先做好产品再找顾客的模式，让原料库存从1.2亿元降到2000万以下，加上产线效率大幅提升，2018年公司营业额创下3.6亿元。通过丰田的生产技术的改造，让刚刚在现场4个人变成3个人，3个人变2个人，当然我会赚钱。其实我现在营业没有比以前更多，但是我利润比以前更多，那是我的利润完全都白，我赚100块，大概有90块回馈给员工，不管是在培训或者他的薪水的待遇里面，或者他们福利的出国的充电的部分，完全只用在这个地方。公司常年保持30%左右的高毛利率，吴崇让很乐于和员工分享。我们现在的平均薪资大概这里有算的，在这个月里面有925万7千，总共有131位。那一个月工作21天，我们大概是周休2.5天平均。
啊，政府规定是周休二天，那我们目前是2.5，将来要挑战周休三天。我们现在我们是挑战8万，月薪8万，所以员工每个福利都很好啊，所以我们没有人会想走啊。我们董事长哦，很宠我们，伊若有啥物伊搁较好的物件，伊就拢甘互阮，这是上好的，让我上甘心的。坚持公司不分职务阶级，薪资一律公开透明。吴崇让目标要让员工平均薪资来到8万块，周休3天。薪资财务公开透明化是公司的政策，那身为主管被公开薪资，我觉得是蛮赞同蛮支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主管到底做了多少的事情，你的 CP 值就是说你日常的着重管理有没有符合公司给付你的薪水，这个是公开透明是一个非常正向的。不止薪水舍得给，福利也没少。除了有自己的员工餐厅，还有按摩椅和健身器材，让员工可以放松一下。按摩椅、倒立机，我觉得倒立机很棒，因为老板他看到员工请假，有一些同仁是脊椎受伤，然后他就叫我们买跟他家用同等级的倒立机。餐厅的饭很好吃啊，你看我在这里运动就是因为吃太好，所以要来这里骑脚踏车啊。好，现在有听到这个超跑的引擎声非常的响亮哦。在彰化花坛专门生产汽车超跑高档零件的这间公司哦，就提供整整有7辆的超级跑车，可以供员工当作代步工具来使用。那现在我就要来进行体验哦。哇，坐上俗称蛙王的918保时捷全球限量跑车，市价高达4000万元，后面还有6辆超跑，其中包括兰博基尼的大牛和小牛，7辆超跑总价约台币1.5亿。这个不是福利，也不是享受，是一种学习。我要让我的组员真正体会到欧洲、德国、意大利这些超跑的品质标准的要求，我必须要让他身历其境去体验，我才能够告诉他们，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做到跟客户一样的标准。相信员工的幸福感和公司的效率与竞争力成正比，这间 MIT 超跑供应链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企业价值。